闹热的现场来看，花坛乡公所为着行销着花坛西施游，加上今年升降时节，拄好是西洋的万圣节，乡公所特别推出出中西合并的万圣西施 party show， 10月31号，刚准备要伫咱花坛万年花梦想馆来开 party 咯。小朋友在吃旁边多吃的西施油，愈吃是愈好吃。好不好？妹妹，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甜不甜？甜。对。花坛的西施油大部分拢种在包括山区，因为土质甲水质拢真适合，种出来的西施油品质当然是上好的。为了行销花坛的西施油，花坛乡公所要伫31号这个礼拜六，伫花坛的万年花梦想馆来举办西施油节。31号这天，那是升降时节，嘛是西洋的万圣节。你去参加活动有啥物好康？哦，今年的好康吼，可能讲爱讲好十分钟啦。哦，因为咱来遮，那是讲会当来做品尝，会使 DIY， 哦，会使做西施柚塔，啊，可以再参观一下咱的幼儿园的一个小朋友，也做一个西施柚万圣节哦，走秀活动。啊，咱个红龙会给咱赞助一个美食品尝，哦，啊，咱个有其他的讲闯关游戏。啊，咱因为花坛是一个百年花的故乡，所以咱有去看到真侪百年花的一个盆栽，伫咧现场差不多400-500盆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今年的西施柚节结合西洋万圣节活动，当天有小朋友精彩表演，万圣节装扮走秀，阁有免费的西施柚会当食，有食有送的活动，欢迎民众31号礼拜六做过来参加万圣西施 party show。西施柚，大众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。